真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。今天呢，由于老家的沙发用了大概30多年，所以已经是坏到七七八八了，所以今天才会想要来买一个沙发，价钱不要太贵，在1000多元左右的。然后今天刚好经过这里时看到他在做促销，然后呢就进去看了一下，询问一下，原来有一套沙发呢，他是有送电视柜的。刚好我新家没有电视柜，所以我就选择了那套沙发。那么因为携带方便呢，所以这个电视柜呢是要自己组装的。我先来把箱子打开一下。把说明书拿出来，待会就照这上面的步骤安装就可以了。然后把这些板先放到旁边先。好了，现在就可以开始安装了。